好，我们看这个第七题啊，它一颗造卫星哈、哦、绕地球以 v 引的速度这样旋转哈、哦，那他说欲脱离地球束缚的话哈、哦，应增为呢，地球束缚、哦、速率应增为多少？这个时候速率增为多少的话，就能脱离那个，这个地球的束缚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哈、哦，它在轨道上运行的时候哈、哦。动能等于一半的位能，二分之一哈 ，m 呢 v， 零平方哈，动能等于一半的位能加号，一半的位能加号，就等于二 r 分之 g 大 m 小 m， 哦 ，r 分之负 g m 呢是位能啊，位能一半加号。好，那它现在的话哈，就是说。欲脱离地球束缚了，这个时候的话哈，这个速度应增为多少？那这个时候速度的话哈，你要让它跑到什么地方去的话，这个时候的位能呢已经是多少呢？我就是二分之一。哦，这个时候把 v 零改变成 v，m v 平方哈，加上那个位能。这里的位能是等于 r 分之负的 g 大 m 小 m 的，啊，让它跑到什么地方去嘛？跑到什么地方去的时候，最少能量的话是等于零，哦，动能等于零，啊，总位能等于零，所以是零的。哦，这个时候的话，这个是那个 v 的最小的速度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那我把这移过来好了。过来的话是二分之一 ，m v 平方哈，等于 r 分之 g 大 m 小 m 的，它给一除，除上去，除上去就 v 除以 v 零，平方等于多少呢？一除啊等于二，也就是说哈 ，v 除以 v 零哈，等于根号二，所以答案应该是根号二倍的。C 根号呢 ，v 零，哦 ，v 等于根号二倍的 v 零。